成小提问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嗯，你知道，就你不掰开看，你可以知道山竹里面的半数吗？半数？就是你不要掰开山竹，你知道它里面有几半吗？原来你知道哦，你居然就是小看我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半吧，是吗？对，是这个。山竹是看这个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考考你，没想到你也知道。其实我该配合你一下的，应该啊，因为你在我眼里挺笨的，原来你知道。好重来，你问我。Later。你知道有几半吗？啊？什么？什么几你知道山竹你不打开看的情况下它有几瓣吗？还有这样的那个，嗯，是怎么看它这个？不知道了吧？不知道哎。要看山竹后面那个屁股后面。哦，看这个。对，你数数看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六个哎！哎呦，我说真的，你自信念感强很多。因为以前我跟你说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让从来你都会笑场，现在好很多。啊、原来这就是做了演员之后的好处。啊、怎么了？我刚怎么了吗？直接看不下去。嗯。山竹，我那敢相信？十几块哦，一个哦。买了六个山竹。六个还七个？六个，一共71块钱，一口十几块哦。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跟他退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想吃啊。你今天可以把这全吃掉吗？差不多吧，因为本身肉就不多，是吧？是谁一路上气得要死，现在才来强颜欢笑？怎么有3杯啊？哦，谢谢。我点了2杯，水果茶哦。你今天吃了很多，报复性。报复性饮食。对，报复性饮食，就为了出来大吃一顿。一会儿吃完再吃串面。Okay. 你就是属于那种自己吃不会胖而陷害别人的那种。No, 我可是为了这一顿今天没吃饭的。应该不是为了这一顿，是为了这一次出来吃饭。我觉得你心思重的可怕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说我要一杯水，他直接又给我点了一杯水果茶。不好吗？水果茶也很营养啊。影响什么？我就想喝水。这个也还是会胖的呀，你看，真假的，很 nice， 你喝，嗯，是不是很清爽？还可以，对吧？但是你还是没给我点水。我很会点啊，说明我很会点。知道你今天吃腻了，然后给你点杯水果茶，这样清爽一下，不那么油腻。笑死我了！你也要吃一个吗？我不要。你去把71块钱全部吃光。70块钱，这一半都是，这一共几有几半？你是含着泪在吃？是，共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半。所以啊，算贵还是便宜？一半2块钱，确实挺贵的。对啊，但是我难得吃一次水果呀。不错，吃水果的仪式感。它是酸奶还是有？还是就是一些甜甜的酱？是酸奶还是甜甜的酱？酸奶啊！我只能接受酸奶是合理的。是酸奶。好了，你吃一下，我看看。就酸奶，那不然会是什么酱？还是沙拉酱，肯定不是酸奶。丘比酱，就是沙拉酱啊。我吃一个，酸奶酱。你知道这里面所有的水果哪个维 C 含量最高吗？
VC 啊。嗯，我觉得你猜不出来。草莓火龙果，这个是啥？哦，这个是橘子。那个是那个是哈密瓜好吗？橘子。哦哦，橘子。啊，叫橘子。那是橙子。我也不知道橙子还是橘子，还葡萄。是，一般情况下呢，橘子是维 C 多的。错。但是有个但是。我喜欢这咪 hotel， 你居然知道？我可是百度小当家呀，好吗？以前很多不知道的事情，我都会百度。天啊，这两年你进步了好多啊！什么叫进步？就是我以为你就是胡乱过生活的人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对。其实我很聪明。对。真的。好神奇啊！哎呀，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跟你说。猕猴桃，猕猴桃，草莓是什么含量最多？直接不懂，还是这个事儿啊？水果不一般都是含维生素 C 吗？不一样，草莓啊。哎，但是好像唯一，好像不是，我也忘了。我真的忘了。我发现这调完光之后打针，你可以素颜就可以拍视频了。我本身就是素颜啊，素颜，我本身就是素颜啊。你今天打了多少？没有。你擦素颜霜肯定。我只打了隔离。出门是要打隔离啊，你不防晒吗？因为外面有粉尘污染。你那个隔离不可能洗完脸之后什么都不擦吧？你那个隔离绝对是有。那个颜色的吧，没有啊，肯定有。你看信念感不够，这时候没信念感了，心虚了，心虚了。